彰化县全民防卫动员战力综合协调灾害防救及毒物防救四合一汇报，25日上午举行105年第一次定期联席会议，彰化县长魏明谷主持并担任召集人。会中集合各相关单位、各乡镇市公所及各公民营事业，由各编组单位本着主动积极创新的精神，演练强化战备准备，推演防灾防震等各项作业程序。台湾是一个多地震、多台风的一个地方，这是我们全民所要面对的自然的灾害。那我们不仅要居安思危，那我们政府的部门对将来发生任何的灾变，如何来保障我们的民众这样的一个四合一的防灾的联席会议。透过这项演习，整合各单位救灾资源，为彰化县整体灾害防救工作预作检验，并深耕防灾教育知识及技能，提升彰化县抗灾能力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。